屈身，此起彼落，议员尖锐质疑，高喊下台。英国首相特拉斯在国会发言屡遭打断，在野工党领袖施凯尔质询时，甚至当面质问特拉斯怎么还不离开，引发激烈交锋。And her supposed best friend, the former Chancellor, he's gone as well. They're all gone. So why is she still here? Mr. Speaker, I am a fighter and not a quitter.的税制改革政策引发英镑狂贬，两次的政策大转弯更使他颜面扫地。十四号才让多年盟友前财相夸腾辞职，希望借此平息外界怒火。如今在抛震撼弹，内阁大臣布瑞佛曼也在社群网站上宣布递出辞呈。布瑞佛曼表示，犯了错就该下台负责，遭外界解读为剑指特拉斯。至于内政大臣的空缺，将由前首相强森内阁前运输大臣夏普斯接任。金融时报指出，夏普斯是特拉斯前对手苏纳克的支持者，出任内政大臣被视为特拉斯试图平衡党内派系利益。I'm sorry, for those mistakes, but I fixed the mistakes. I've appointed a new chancellor. We have restored.Economic stability and fiscal discipline. And what I now want to do is go on and deliver for the public. 坚称自己不会下台，但五天内流失两名内阁高层，特拉斯深陷被逼宫的危机。根据英国媒体报道，有保守党资深议员透露，特拉斯的下台时间已经不是按日倒数，而是以小时来计算。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，九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10.1%，再度触及40年新高。其中又以食品的涨幅最为剧烈。同时，冬天也将来临，有民众表示，接下来不是挨饿就是受冻。自诩为新版铁娘子的特拉斯无力挽救经济，上任仅一个多月，支持率仅剩一成。是否真的将成为英国史上最短命的首相？全球持续关注。记者蔡清晨报道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100次-1000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